沿途中偌大的稻田，碧蓝的天空编织出悠然的蓝天绿意。从北海莫哈莫塞环保站出发，大约35分钟车程后，终于来到了瓜拉姆拉笨纳亚小镇。这沿海的小镇民情淳朴，大部分居民以捕鱼为生。宋轩美60年前就在这里出生，近15年来，她当小贩维持家计，在住家隔壁卖经济饭菜。每一天，邻居们趁工作前来光顾，他们都是轩美的老顾客，彼此很熟悉。邻居朱意思也是常客之一。这一天，除了到来买饭，他还把钱投入竹筒里。剩下的钱啊，时间是早几年了，我放放下去了。捡那个洗身还是什么呢？什么要叫我捡，我都捡了。原来自从接触慈济后，薛美便决定向镇里的居民募款，鼓励大家行善。挂在墙上的竹筒是他特别准备的，而一张张的收据都是镇里居民几年来善行的证明。示范他们啊，有时啊，他们讲啊，两块半，他们给我3块咯。我讲2块半，他讲哎呀，不用找了，我就放那边。有些他们买的8块这样。有散的钱他们就帮帮马来人讲西去西去咯，喇嘛家里不去咯。眼前的宣美慈祥亲切幽默有趣，实在难以想象她曾沉迷毒海，是凶狠霸道的女人。参朋友博缴无辜的，不要惜福，不要珍惜朋友来求着去博缴，家本无贪吃饭了，翁本无贪吃饭了，我都博到半暝，博到来半暝一二点才搬出。有一摆我去朋友厝博麻将咯，然后我有甲我师兄讲啦，我讲哈，你爱去找我博麻将，你袂使去朋友厝找我。我甲伊讲，你爱对啦，爱讲我还没过去厝讲我，你伊就去找我，伊本无骂我啦，伊徛条伫外边看我尔，知道？你我伊人讲呐，你师兄来了哦，哇，我对起我是袂当闲了，我坐摩托对啦，我拄头一到厝，我武器大件博还没博。我多出多出，我做王的，我惊未嫁我的，拍我惊啊，拍家哟，两个姊妹啊，讲臭话咗，我正十摆舞龙归出啊，姊妹惊来出呀，哈，真无好，因为家庭未好，红包未好嘛，就唔入惊来出去咯。结束每一天的营业后，薛美就开车前往北海菜市场采购材料。6年前的一天，薛美原本只是将回收物送到环保站。没想到却被接引来做资源回收，接下来还成为环保站里的固定班底。所以讲，我入个这个环保站，入个慈济，头一项，我学着轮一项的，头一项是轮，第二项是善解包容，第三项是珍惜，无啦，无惊垃圾嘛，抽垃圾咱会洗嘛，那是你去博缴帮个咧摆，唔是去搞垃圾，咱博缴累输了，咱个机器啊，个甲人收咩？我真正感恩讲，一个环保走救我啦！我真正拄到梅珍师姐啊，我个改变我的性格，无真正我袂话，因我很款怒气啊，囝本对我不好，我有痛苦，还没我来这边拄到梅珍师姐，师姐甲我讲，开导我开一条路，我惊。有啦，你讲伊去那边，你是讲他参人咯，了有物件过啦，有人改改你款咯，啊，比较无相了个 understanding。伊会讲 understanding， 就讲 before this 就讲有人讲物件，伊无听就是跳了嘛。然后 after this 呢，有感觉就讲 at least 伊讲会较体谅人啵啦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会较放开人啵，讲啊，未唔要紧啊，你看咯。佮做无诶，佮做无你看咧，一字一字啊。薛美万万没想到，她在付出劳力爱护地球的同时，心灵也获得洗涤。竟然悟了自己过去的错误与习气。我是激气的，怎么啊？是后面我去开啊，这大爱台啊，小啊商人啊，上司啊，听了一讲话，一讲话真正温柔，真正后面啊，听了咱自己的心真正放松的咯。其实只要缘深，就不怕缘来得迟；只要找到路，就不怕路遥远。如今他看大爱电视，摄取佛法。学会说好话，学会做好事，忏悔过去无名的人生，让生命
得以重生。